去向，等不及起航，自己做船长，扬起风帆掀起浪，珍惜这时光，和我击个掌。早已背上了行囊，你像前缀像风一样，最近老读报，看这个经济报，我发现我的这个管理啊是有问题的，所以呢，我觉得能者居之，为了咱们钱正龙的品牌能更好，所以就推举张全当馆长，我降为教练。我早就说了吧，啊，你这经营理念有问题。哎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我一直没告你，知道吗？哎，不是，你看你这些兄弟，多好的兄弟，跟你在一起混。那都混成什么惨样了，一个个都喝西北风了。哎，我兄弟大谦儿多硬的一条汉子，现在都洗袜子了。洗袜子啊，我们保安队攒了一周的袜子都给他送来了，一双五毛钱。哎，我讲价4毛他都干了。你说说，你说你的经营理念是不是有问题？你等会儿，我们钱正龙什么时候有这产业了？那你问谁呢？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哎，就像你这样的馆长啊，把你撸下来算对了。哎，我跟你说那么多了啊，回头你把这些东西交给我大仙兄弟啊。我走了，石馆长。哎，不对，石教练，不送不送啊。谁要送你了？这。你这干嘛呢？哦，我选点药材出来，说说吧，这怎么回事？啊，这哪儿弄这么多袜子呀？安平让我给你的。哦，对对对，晚上给我送来的。行，麻烦你了。没事了。什么没事？怎么回事啊？这。打点零活，挣点零花钱。挣零花钱？嗯。没给你开工资是怎么着？咱钱正龙，你干这干什么呀？干了干了，我这不是家里有点事儿，你甭问了，反正家里有点事儿，我就手头紧。啊，对对对。你缺钱，缺钱你跟我说呀，我那有的是袜子。你那有袜子？你多少钱？4毛钱一双？不是。这多我才给他4毛，给我砍半天。我这外边我这一般都是5毛。不是你5毛不5毛，没商量就没商量。别洗白了吧，多丢人现眼。我那有啊。行，那你把你也拿来。这儿咱说好了啊，这5毛钱我告诉你，真是没法低，因为我最近还想涨价，你知道吧？一块，我给你一块啊，这么定了啊，别老洗人家碗。真是，孟总，嗯，扣扣都拿来啊，有多少你这儿？1双。
来则何人？是我，小石头。暗号。什么暗号？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我闯进来。天王盖地虎，宝塔镇河妖。哎呦，行啊，行啊，行，见老爷了，真行，这梦话好嘛，当年一定当过胡子呀，还说的全是黑话，还找我。干嘛？没干嘛。你干嘛？我没干嘛，我不是找东西来了吗？这馆长办公室，你找谁的东西？找我的东西？你找东西，跑到馆长办公室来找？对呀，大爷，我也哎，是教练，你可来了，馆长，不是。石教练，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我给大爷行个礼。我哎呦呦，那怎么合适啊？哎，你我的东西落这儿了，袜子。哦，记得。那我给你拿去啊。不，你不见得知道在哪儿，是我找找。啊，也是。那你试试吧。是啊，大爷，你能抬一下吗？我找着了，你瞧这小子一定没事，就跑到办公室翻东西，啊，这种人一定是在馆里混吃混喝的家伙。大爷，我混吃混喝？哎，张馆长，你凭良心讲，我混吃混喝。石教练，他是我们馆里的那个中流砥柱，经济来源。啊，对，你不要被他忠厚的外表而欺骗了。刚刚他一讲黑话。不是大爷，刚才是您先说的黑话，我才退出来的。一引就把他给引出来了，这绝对是跑过马道混过的，这种人能留吗？开除他！大爷说的对，张馆长，哎呦，该开除得开除。不是，我们再斟酌。不，我用。别，我担得住。张馆长，我先告退啊，照顾好大爷，该开除开除啊。我盯着。石教练慢走。我觉得那个人不能留。大爷，我们馆里挺团结的，真的没必要开除任何人。哎呀，你个家伙，没事就跑到办公室，他门都不敲，这表示没有礼数。他不是粗人吗？您不用跟他一般见识啊。你是馆长。这馆里不能说是什么人都要留。哎呀，大爷，您不知道，石教练他家里比我还穷啊！我要开除了他，他没饭吃了。啊，他有没饭吃的人像他这么白白胖胖的吗？那不是我养的好吗？这馆里又晒不着，又淋不着，还有吃有喝，他就胖了。那，你怎么这么说？我馆长啊，我日理万机啊，很忙的。馆长不容易当喽。是不容易，还得洗袜子呢。啊，洗袜子？没事，要不然您再睡。
这还不欢迎不睡觉，啊！我这已经留一半给你了嘛。今晚您还是自己一个人睡吧，大爷，敞快。你是嫌我打呼噜，还是嫌我磨牙？我哪敢呀！我从小就跟您一起挤大的，就是最近那个管理出现点问题，我得跟他们去聊聊，然后顺便就在那边睡了。就拉近点距离。 那么晚了还不睡啊？你洗手间在哪里？在那边。哦，中午3:30要离婚。哎，我坐运动，您上厕所啊？你去吧，去吧。哎呀，不讲理了！哎，拿出来，拿出来！哇，怎么这么多袜子？谁的？我的呀，当然是我的呀。 你说蜈蚣的，有这么多脚吗？能穿这么多袜子吗？啊，攒的。哎呦，我的妈！这，哇，我醒了。这是你的吗？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嘛。这还能穿吗？你真穿不穿呗？你别。 这也是你的？哎，大齐的，大齐的，你个衰贼！男人帮女人洗袜子会倒霉的啊！你真是的，你丢进我们张家的脸了！这要是给人看见了，还笑话你！真是的，哎呀，气死人了！你真是的，大爷，大爷，厕所在那边。 你看我不知道，哼！哎呦，对我那么凶干嘛呀？在家里那还不是你跪搓衣板啊？哎呀，哎呀，我得重新洗。我到底做错什么？
哟，有点微深的。哦呦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管理人对我们多好啊！啊，给我们准备了早餐啊，还有鲜奶。哎呦，进来，进来。啊，他大爷，这是我特意为你们准备的早餐。哎呦，谢谢谢谢。哎呦，好好，这是我的。这两块嘛，是我特意为钱钱做的。哎呦，哎呀，爱心早餐哦，一定要吃光哦。是吧，大爷？对对对对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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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一起吃啊？谢谢啊。你看，你这未来媳妇儿对我多好。没办法，太有魅力了。累了啊！我太感动了，我吃出了爱。这些工作的人们很爱戴你这个馆长。哎，安平，啊，赶紧把那袜子，再找找袜子，都给我送过来啊！我这没有了，没了，找啊，没了。给你老家打，老家，你爸你妈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的，都拿来，快点啊！听没有？你那么多废话，让你拿就拿吧，你就那么多废，快点啊！还是老家钱啊！嗯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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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挂了。亲，谁呀？玩呢？哎，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说。你能不能把那个演员费退给我呀？凭什么呀？凭什么？你不是没演我女朋友吗？那是我不演你女朋友的吗？那不是你不让我演你女朋友的吗？不是，那你要是演技好的话，我大爷能不喜欢你？说呢，哎，我为了你大爷来，我又是买新衣服，又是买新包包，又是买新鞋子，还买了新的化妆品，我就买了那么一大堆，还成了我演技不好了是吗？不是，你净做表面功夫，不是，那都不重要，你就先把钱退给我吧。你那么着急要钱干嘛呀？我大爷要回去了，我不得买点东西给他带回去给我爸。没了。什么叫没了呀？没了就是没了呗，花完了。啥？花光了？我俩月工资你全花光了？答对了。哎，你怎么花的呀？俩月工资呢？我还能骗你吗？那你不信你搜啊。不，我大爷真没说错你的，这败家的娘们儿。你瞧你这脚大的。你的脚才大呢。哎，大爷，走吧。没睡够是吧？哇，怎么这么早呢？哎呀，现在这个点去正合适。平时那些黄牛可讨厌了，加塞儿在前面排队，我们就得早点去的。啊，嗯，您在车上再睡一会儿嘛。阿全啊，我不是舍不得你，我倒舍不得你这帮同事。哦，要不要跟他们打声招呼？哎，不用不用，他们睡着了。那你有代劳了啊？行行行，好，走吧。阿全，我有句话一直摆在心里，我要告诉你。您讲啊。这个不做馆长，做教练也不丢人。
做人嘛，要脚踏实地。记住，面子是人家给的，不是要的，脸是自己丢的，啊，明白吗？啊。钱正龙跆拳道馆，再见，下次见，走吧。哎，回来了，钱儿。累坏了吧？快坐，快坐，快坐，坐坐坐坐。师伯给你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，来来，饮食吧。嗯，一定饿了吧？快快快！哎，看给全累的，真是啊，真不容易。哦，来吃吧吃吧。师伯喂你，师伯喂你，师伯喂你，好好好，多吃点啊，已经吃饱了啊。嗯，你看，师伯还是你对我好啊。别说这个了，不都是咱俩一起挣的钱吗？嗯、来来来，怎么你越说我越不明白呢？你管他那么多，先吃饱、啊、好不好？啊，嗯、别哭了，别哭了，这不是中午的饭吗？梦中仍镌刻你的倩影。